哦，你已经在录了，干完蛋了。哎、欸，那个力钢弹的零件，这个翅膀全部都是空白的。然后今天本来要上力钢弹，然后我做到一半的时候，上次去帮 Kobe 抱假面骑士的头盔，胸椎扭到，然后现在还有这么多，现在完蛋了，今天要开天窗了。我只好打电话叫救兵，赶快看有没有神物可以开一下。看被挂掉了，对。喂，喂 ，Kobe 啊，哦，我来不及上力钢弹啊，你有没有什么神物可以借我开一下？神物、哦，哎，你要开什么神物？神物。就那种贵一点的啊，最好一二十万的啊，那一种。哦，你等我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哇 ，HY2N 呢、欸？嗯，绝版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这个东西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能看到我们吗？有点被挡住。哦，没，那我们拉后面，这样。OK 好。好 ，OK。好，我们只能现在讲话，距离好遥远。我有一年拿了一个比赛的金赏，然后帮角川写了一次的采访，然后那个采访那时候他问说你要稿费还是要模型，然后我说有什么模型，然后他给我一支 HY2N 的德牧，哦，一比六十的，对，哎呦，不然这多少？这一比二十，哇，这个算神物了吗？哇，这很神嘞、欸。哦，我抱看看，你应该，哎、欸，不要闪到腰，不要闪到腰。哇，好有重量感哦，是不是？这根本就可以复健了。哦，所以我那一次是1:60，那个价值完全不一样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喜欢即用的就喜欢。哦，哎、欸，这支现在的网络上的售价现在是多少？我记得有到20几万。二十几万，甚至差是二十几万、欸。你知道为什么开这一盒吗？为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先跟我 say。没有，我先跟你说，我把一盒我们在日本买了一盒17万的五星物语、哦、然后寄给乔老师开箱。嗯，然后他开箱有什么条件？就是他要帮我打拼装技术专家。那我拿回去。不是，然后我们这里。有一盒比较贵的，20几万的，然后你看我只要讲两通电话就有两台都做。我后来做这个行业做到，我现在连吃饭哦，我都要把东西摆很整齐。你看，其实这个，那时候请朋友从日本帮我寄，对，原箱哎、欸，原箱寄回来的时候没开过，没有开过，现在还有日本的那个运送的那个什么原箱的那个单据，对，就是邮寄的单据，邮寄单据，然后后来因为搬家，哎。对，然后就保鲜膜把它封起来了。对，哇，哎、欸，你就这样给我们打开了，就打开了。哇，看，这20几万哎、欸，那时候买多少啊？那时候买多少？那时候也买好几万啊。也好几万。也好几万。对啊。哇，我跟你讲，那时候就是年轻不懂事。啊，这里日期在这里。啊，是吗？这个是日期？这是他们的邮票啊。啊，2016年，这是5月1号是吗？2005年10月16吧。啊，到底是什么时候？我记得这个是年不是在后面吗？怎么可能16年？16年是6、7年前而已。我是6、7年前买的。哦，是啊，对啊。哦，我是20年前拿到 HY2N 的。我是买到人家炒起来的价钱。哦，对，这个神圣的一刻，不是我逼你的。开箱啦，他们说这个箱子最值钱的。我跟你讲，这种东西吼，买了没有做，就是浪费。就是买了就要拿出来，对，就是要拿出来做，对，做哎、欸，不是宿主、啊，是做哎、欸，我们刚刚那个话先卡掉，一二三，哇，哎、欸，还有一层，噔噔噔，哦，看到了，我盖它里面没有彩盒哎、欸，全新的，哎、欸，那个喜欢钢弹的阿志都跑出来看。求不得啊！哎，探查敌情。哇，他这样子塑料可以10公斤耶，太厉害了。哎、欸，这個、刻线很爽。哎、欸，他为什么没有彩盒？我一直以为他会纸箱打开以后还有一个很帅的彩盒。哇、哦，这就是、哦、这头好酷哦！这就是他的，你在算几倍的对？我一直在算，我没有算几倍，这是他的比例尺。而且这是整只的，这不是只有头像跟胸像。
对啊，而且现在好像只有上半身而已。哦，我看到一个东西。哦，这是枪。啊，这东西不重要。这个枪可以是真人握的大小。哎、欸，有透明件哎，是还有中灯吗？怎么感觉比135的大一点点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应该是它的电池盒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这个是它的胸部哎、欸。是。就这样。哦。哎、欸，这样子我们已经可以估算他等一下站起来80、哦、80公分哦，官方写80，80公分就是从这里到这里，这样这么大，就是大概三个香米的尺度。哦，然后这样子这一盒要25万左右。哎、欸，说真的，我是第一次开。哦，哎，你现在开了就卖不出去了，你要。你切开第一个袋子以后就不能卖了，你要想清楚。我看你的影片，哎，他们一体成型的吗？哎，那这个还蛮好做的，这个你看，我亲自为你把胸部组装起来，剩下的地方给你组。哇，蛮帅的耶，真的还蛮帅的。第一次看过这么大的球冠，这里有一个很好重的，这个是电池吗？哦，螺丝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已经大到，你看，真的是用这种锁书桌的这种。这个是哪一年的、啊？我看一下，这个是。我们看它生产的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你看，2002年，所以我才说你是不是2006年买？哦，哎，因为我那时候就看过啦。这个是不是乔老师以前有一只啊？它1:12。哦，它更大只，更大只，对。哦，哎，还有一个，哎，这个东西好兴奋、啊，这给你，给你拿，给你拿，联邦人的骄傲。哎，哇，然后跟这个，这是1:14的。哦，哎，真的赞哎，好酷啊！我们现在是要先欣赏一下它的零件，还是要直接组起来？直接组起来了。我觉得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在框架上多大颗啊？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Close to the edge now. Only thing they got is toxicity. Think you need a cleanse till it comes out. You got their backs, but they ain't got yours. You've done enough, but they still want more. You've been a good friend down to the core. Oh, oh, oh. Hold up, baby, don't take it. In a friendship, if they just fake it, you don't need to put up with their bullshit. Tell them no, no.这个，对，哎、欸，这个去打架有用。哎、欸，现在终于欣赏完全部的这个零件的大小了，这真的是可以当盾牌。你知道红战士吗？金银红战士。哦，对，它这是可以挂在手上，然后你可以拿另外变成拿光束剑去打架的，这很帅，好酷哦。哎、欸，这个东西没有上色。我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就很痒，你知道吗？很想磕线加深，很想磕线加深，对对对，你不觉得怪怪的？对对对对对，有。我觉得在磕线加深之前，我们先速读起来给大家看吧。好，不是，你先速读起来给大家看。不是我们，我胸椎受伤，我先撤场。好，那就来吧，来吧。六角的，它不是十字的、哦，它、啊、是拿着什么东西啦？
那么小。这个，它这个已经完全都脆化了，你看哦，我捏一下，就断了。看这个都不能用了，有没有？软糖吧。这个，你要吃吗？软糖。我找到解决方法了。怎么弄？你知道 ，Made 的沙子可以充当它的阻尼。看这个，怎么那么刚好啦？有没有？它就不会浪浪的。哇，好帅哦！超大的，靠！你看，看这是一，这是1:14，然后这是1:24，1:24，对。哇，你后来你有试科线加深吗？我不敢，你不敢，我怕割了一条之后全肌都要割了。哦，而且昨天你在装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一直装，然后一直装不起来？你知道，其实这个。第一次组模型，组到要锁螺丝的。然后我们因为第一次组那么大的，其实很多零件都看错，所以我们从脚开始组的时候，到后面还把它拆掉重组。为什么？因为零件上错了。而且你在装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一直在拆，你有发现吗？有，我发现。导致你一直装不起来。哇，它可以站得这么挺呢。其实它脚拆还有外八。对啊，它是外八的这种。因为它这边是做一个金属的球关节。哦。对。那我们先来好好的欣赏一下这件1:24的作品，然后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做细部解说。好，好 ，Go Go。
一次，我们第一次要站着结束。你这次做完，你觉得有什么感想分享给大家？哦，我原本以为隐藏堂口是算很后期的一个技术。技术。可没想到这一支里面都是隐藏堂口。一开始就有隐藏。对，就一开始有隐藏，因为他不想破坏原本这些塑料口的表面，所以全部都做隐藏。所以我在猜万代一开始应该是从1B24开始去做一个测试隐藏，发现不错之后，开始在其他的那个。没有，人家早就会了。对对对，在这个之前早就会了。哎、欸，他头是不能动，我刚才差点把它扭断。头是可以动，只是我把手比较紧。哦。对，而且它其实头里面是有可以装灯的，对，监视器跟两个眼睛都有。哈哈哈。可是我没有电池，所以我有。哦。我忘记这个，等改完的时候，你再。你看你刚说什么？等改完。等改完，谁要改完？你不是说这一集如果流量多少，你就要全机科线？我原本这样讲。改造涂装。后来昨天煮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后悔了。算了，还是不要下这种试验，太恐怖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是真的很赞，这让我怀念那以前 PG 的那个比例。哦。难怪似曾相识。似曾相识哈。哦，它是以 PG 的那种造型 ，PG 的造型，对啊，哦，那可以耶，很可以。而且其实我，虽然没有说要改造，可是其实我在每一个卡损地方，我都有先透空。哦，对，之后可以拆开，对不对？要拆开改造的话，还可以。对啊。那它还有什么特征？其实我觉得它那个在它像盾牌还有枪这个部分，它如果我们以钢弹来讲的话，都是直接卡上去，对，它是用螺丝锁上去。哦，所以那个枪其实像是拿不下来的，它是很稳的，它是锁住的。哦，就是它不会在你拿一拿。哦，而且它这次的手指是可动。对。哎，对啊，哎，虽然可动，哦，哦，成交，对对对。它这个手指是可动的，可动的。然后那个 PGU 是不可动的啊。哦，对 ，PGU， 对啊，越回越过去，真的是。是他故意的吧？哎，你看这个，这才是真的。这个手上那个感觉，对啊，而且你看这个枪，其实我们拿也是刚刚好哦。对，我们磕线的时候手要翘起来，这个阿志也会翘起来。我觉得它这个有蛮明显的缺点，就是这一条这个对开的这个分母线，分母线很粗。你想讲，你想叫我把它修掉？不是，我是说，如果以它涨到24万、25万一台的行情，这是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我建议大家如果上网路。就是看到一两万的你再买，而且你要跟他讲说有这个瑕疵，要给他砍价。对对对对，要砍到大概2500左右。如果他只是单纯完成品来欣赏，我觉得他是有5-6万块的价值的。抬起来就是一个神像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对啊，他盾牌哦，他是这样卡，他是这样直接卡上去的。哎，对，其他里面都不马虎哎，可是你看他这边。倒这个地方真的是有夹层，原本以为它这边可是平面的，对，可是设定上面这边是有镂空这样，对对，细节它又增加了。但是它的顶针口太多了，这个顶针口如果没有磨掉，就真的很这出，应该有20几个。对对对对对，光把这些磨掉，所以你就不敢讲，我不敢讲，真的。我觉得光不要说改造了，这机如果能全部重新上色。贴完水贴就已经是件很了不起了。对，你可以先把这个收缩给补完就了不起了。对，保护这个比例真的好看，很好看。它头部唯一有个缺点是什么？就它的天线有脱胶。哦，后面。对，它后面还是有脱胶，我以为起码也是做实心的。哦，就是后面的是空的，是有镂空的，因为它理论上这么大只，这里面是有传输装置的。哦。所以这背面应该是封的，封起来的。它里面这个接收讯号，所以它里面一定有些 sensor， 有些什么东西，所以它后面不可能是偷掉。哎，对，哦，那这有的，这可以改，这个可以改。这个啊，这个是不能开的，里面没有驾驶舱，没有驾驶舱。哎，然后散热叶片呢？散热叶片它里面还有那个吗？它里面有个内构，它里面有做内构，做内构。对，它这个黄色的部分是有做，它有做散热叶片，有做散热叶片的。啊，这。哎，这只是免上色的，免上色的，就是他这里有帮你做，帮你做分件，做分件跟这个，不然以前我们小时候买到很多这个这一块跟这一块是连在一起，哎，所以这一台涨到25万的价值就在这边了，有没有？值得。黄色跟红色有帮你做分件，太帅，我真的觉得太帅了，真的。对，也不用做无缝哎，你看他这个腿是一体的，一体的，包胶的，套上去的，对，膝盖也不用，膝盖也不用，它的膝盖是前后两片的，对对，其实它的设计其实我还蛮喜欢的，因为它在从侧面看，嘿，它巧妙的让它这个装甲
变成装甲接缝。对，装甲接缝。你正蛮贴心的。正面你有发现吗？它脚踝也是。脚踝也是，对啊。就是你看它是左右的装甲接缝，所以你把它合紧以后是不用做无缝。可在当年的144来讲是对破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是对破，这个就没有，一直在进步。对。26万，等一下装完，如果有喜欢的朋友，直接留言啊，我们可以算你八折。真的太帅了，真的太帅啊！他的手就要做无缝，要他手要。对对对，就是我们翻到背面以后，他的这个这整条臂，这一整条，对，唯一啊，这一只唯一要做无缝就这边，还有他背包，这个背包这里有一条，它是一体的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这边要补起来。我跟你讲，这种用光固化超补。用磨掉，然后直接一次造，要螺丝转下來。哦，要螺丝哦。我好想，我都很期待你把它转下来。好想。哇，然后你看这两个，看到这两个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对我跑。你怎么跟我想到一样？哇，真的哎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刚说要看喷嘴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个绝版哎，各位。哦、我们这一集好累哦，真的要从头站到尾呢。这个没用哎，哦，这是几比几的？这个吗？哎，这个有几比几？是1:12吗？对，应该是1:12左右。对，这就是 Kobe 去日本好几年前买来送我，我都保存得很好，舍不得用。对对，哇，你看这就是改造，有没有？你是把这两颗设计的时候，它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以为这是3.0的喷嘴，哎，一模一样哎，一模一样。对，完全一样。那我要改这个。你还要改这个？你要改这个？那你还差客人要加吗？还差一个杯子。这一个杯子现在绝版嘞！这定做一个要1-2万块耶。对啊，这车它车两个。没有，它是它里面是中空的哦，所以你拿热水温对，它不会烫。哇、欸！你不要再拿一些好东西过来。这是你自己带来的，害我喷了好几万。我来看一下它举哪一些地方可动。你头可以放松一点点吗？头吗？其实你说它动的话，就是上下哦，它是不能左右的。左右的是可以的。哦，不会怕吗？哦，25万。哦，他就让他举。袖珍就是这样。25哎。对，头的可动大概就这样，可是手不错哦，手不错。对对对对，手请转这一只好了。我要转这只。我一定要转这只哦。对，我觉得最终无极的那一只哦，还没出来。对对对，就是360度嘛。对，360度是可以转一圈的。对，它后面不会卡住，有一些是后面会卡住的。哦，所以它是真的可以这样一圈，然后横摆的话，它是可以整个这样举起来的，就是这样。还可以，你看，对啊，然后它这个这里还有一圈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一圈，对，所以它是基本上 HG 可以摆的动作，它都可以摆，嗯，没错。所以你看，哇，这个真的，哎，通常这么大只，这个我煮完第一次这样玩，我都不敢玩它，你都不敢玩，你要给观众看它的可动啊，腰部嘞，腰部没办法，它只能。左右哦对，它可能可以旋转一点而已。哦，有，它可以旋转。好的，这个腰部是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它快跌倒了啦，你把它脚调一下，调一下。就是它的腰，昨天我们在装的时候，是四个人在把它装起来。哦，这个超难装的，真的。因为它的那个红色的那个零件要有一个球冠，它要插到一个插下去左右的那个凹槽，然后一个人要在这边锁，一个人在这边顶。啊，然后一个人要扶着那个红色零件。我们是四个人还是三个人？四个人。啊，还有一个人要拍照。还有一个人。裙甲也是稍微可拍。裙甲也可拍。没事。没怕。没坏。没坏。腿部它可以动到什么时候？我觉得勉强高贵姿。哦，勉强高贵姿。哦，其实它是可以。可以这样。好，可以往前。你扶好哦，你扶好哦。好，我把另外一只脚放下来。好，可以，你看，当年这个就是极致了。对，当年这个真的是极致，就是只要能摆出跪姿，跪姿就看可以不用扶哎，了不起就靠这个钢弹的杯子，可以，哎，这样可动算很好啊。我突然发现一个人，他这个满怀硬度是站姿，对，可是他在
脚底板的地方其实很用心，有做细节，对，他有做细节。来吧，来吧，看一下。这样好奇怪，这姿势。他脚底板其实细节，还有哦，可是这里要做十颗片把它封死，不然就会露出这两颗螺丝。没得出，对不对？没有做。现在这一步在还原动画，还原为什么？因为他一开始躺。哦，他要站起来。哦。哦。钢弹矗立于大地这样，然后。他那个是什么？动车吗？啊，对对对。运输车上。他怎么站起来的？这样。就一只脚一踩之后。啊，他手上有拿着武器吗？那时候没有。哦。他只用了。等一下，要丢啊！要丢啊！要丢。对，这只好玩吗？你觉得值得吗？值得，值得哈。对，而且我觉得，如果以模型人的手艺，假设我们真的帮他做点刻线加深，不要说改造，真的就是刻线加深，然后稍微很大的收缩的地方稍微补一下，然后这个漆面把它修停一点，然后喷个漆，喷个漆就再旧化，不用旧化，不用旧化。你不是喜欢讲说？在这个颜色会做好几层的那个，没有，那个是看东西哦，看东西。像这种东西有站起来有颜色就很厉害。哎，听说你开这一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开这一支？你知道这种东西吼，嘿，买了不做就是浪费。对对，所以有买一定要把它打开，有买一定要把它打开。而且我有听你说，就是你家人有抱怨说这个箱子在你家很定的，很定的，对。然后你这支。装完会摆在我们这边吗？摆在你们这边啊，对，就像当初支钩客一样，对不对？那就变成我们这个镇店之宝博物馆的这个，对。但是我也不能让你这样子带一台25万的东西来，然后空手回去。所以我帮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。等一下，我现在看到礼物都好紧张。阿志，帮我把礼物搬进来一下。哇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知道。你另外一个箱子要拿来，知道吗？观众会以为我拿同一个箱子。对，你看，哇，没多少吗？没多少啊，25而已吧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准备这一盒吗？这样子你到时候涂装完，我才有还有对照，可以跟你对比。或是我今天我改换了吗？这是沙漏剑，是吗？你看。不行，对，不行，你不能改换。我们不是习惯说今天改换了就有一个沙漏。对，如果那是1000块的套件，我们当然会买3盒。但是这个真的太贵了，所以我只能再准备最多再准备一盒给你。哇，你看，哇，哦，我要证明这个是真的，没有两个哦。对，对啊，两个不一样哎。真的吗？你的是初回限定哎。为什么我是初回限定？那你付什么？我没有多付一件衣服。那你的衣服是在哪里？穿不下。哦，那你没有带来哦。我没有带来。哦，我之前想说模型不做，但是我衣服要穿。你之前已经给他意淫过了。没有，我只拿，因为他衣服放在最上面。哦，对，那拿衣服也算，已经给人家开过了。哦，所以你这个是初回限定哎。哦，我现在才发现，我以为这一批都是限定哎，那我的盒子比较值钱哦。对，我们以后。在转卖这一盒的时候，就换这个盒子买。那你这次到底会做？看观众的踊跃程度。对哦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超过多少你就帮他上色，超过多少人看你就帮他上色。你们现在有10万订阅，对不对？10万订阅动不动就超过了。超过多少？1000。你多少要上色？现在观众都很不理智，他们一直分享之后就会超多人按赞的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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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喊一个数字。好，我们先喊一个最基本的合理的。合理的。假设他3万次观看，你就这样。科线加深。没有，我觉得3万太少。以我的节目频道的浏览率来讲，我是7万起跳。哦，你是7万起跳。我是7万起跳的，对。7万就是直接上色，不啰嗦，就直接上色了。7万从修模开始，对。你修了模，一定要上色啊。啊，对啦，所以说7万就是修模到上色。哦，那科线呢？基本科线加深呢？8万嘛。8万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多久？你要给他一个时间，2个月。对，不，我是说，如果2个月到8万，
你就刻线加深。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对。啊，如果十万呢？嗯，加水贴，我自制水贴。哦，对，好。因为你还想讲对不对？那如果不小心15万呢？15万就是我请小江帮我做10颗片，我们是细节改造。哦，哎，到现在还没有新增刻线，都已经15万了呢。你要再加20万呢？20万就是科改啦，对不对？科改哦，科改啦。各位观众听到了，20万哦。如果你们想看到这一个1:24的被改成 RG 风格的话，我讲 RG 风格，有新增科线的话，那你们就努力的分享订阅，然后每天晚上吃饭你就给他按 repeat。然后让 Kobe 赶快承接到这个工作，20万是没有期限的，是没有期限。对对对，2个月8万是就要上色了。好，那就这样，感谢 Kobe 带一盒来，又带一盒回家。这是一箱，不是一盒。哦，这一箱，带一箱来。好，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这是做超棒的。你说这一只啊？这是真的做超棒的。哎，为什么要把它请出来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是很喜欢我的作品。因为 Kobe 是在我们节目里面的吴小强，对，所以我们10万订阅有1/5，五等份，虽然有一等份是有一些别人偶尔会来的客串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 对, 對，我们要分6等份，六等份，然后有一等份是我们有很多嘉宾，嗯，然后基本上剩下就是我们吴小强，所以你有1/5。这一块空白给你，还是你要吃这一条？哇，这一条，这条感觉好，这一条给你。那10万订阅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对，那有什么想跟大家讲？其实没有我 Kobe 就没有小江，对，就没有这一就没有这一条，对，我们就会买到盗版的，就是只有这个版没有印刷。哎，没错没错，有我们这种坚持下去的模型人，我才会让频道越来越好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，对，真的，尤其是看到我们努力，对，多分享，对，没错，真的是10万，我还觉得太少了，应该要到20万，对吧？以我们努力的程度，对不对？对，没订阅，赶快订阅。阿志都快要去当吃播了，你知道吗？阿志说：“我们要不要转型当美食频道？”然后天天每个礼拜叫我带他去吃好吃的。对啊，你还有什么想讲没有讲的？你说什么？就这个、就上次寿喜神还没讲完嘛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期待 Kobe 下次带更新的东西来分享给大家。拜拜，拜拜。